出门在外，这些虚礼也就省了吧。我们近来寻找赤霞祖师一事，你可知晓？不错，所以无奈之下，我们不久前修书求助了星宫陈一社的秦静先生，请他帮忙测算。秦静先生来信说，根据星象推演， 在下江汉，多亏方才刀友出手相助，否则今次我怕是无法活着回去了。幽山一带一向阴气极重，我等青灯行者自然时常留意此地，近来不知为何，幽山古林里的冤鬼突然蠢蠢欲动起来，青灯心不放心，让我过来看看。 我似乎并未见过贵派赤霞真人，不过最近来过怨灵的青灯行者，并非只有我一人。回头我可以帮你去问问他们。不过，我倒想起一事，在那幽山古灵门前，有不少打斗痕迹残留。我不善剑术，也看不出那痕迹有何益处。 道友不妨往那边走一趟，或许能发现什么。具体时间我也不太清楚，那时候这里还不叫怨林，少说也是1年多以前了。
你来找我可是调查到了什么？仔细想来，祖师确实与这幽山古灵还有几分渊源。你别这般看我，我也只知这幽山古灵数百年前曾是一处名将灵冢，墓主姓印，不但枪剑双绝，且雅善琴艺，被赤霞祖师引为忘年之交。只不过听你所言，那处祭奠法阵似乎并未完成，也不知当时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导致祖师连祭拜都不曾完成就匆匆离开。此番能找到祖师踪迹已是上天庇佑，我们今后便顺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，总会找到新的线索。